好，再来吧。抱歉，没质量。哦，该死！他每次都有用不见，换你要怎么办？可恶，他又不见。安装一件电脑，照原定计划后天过去哈。他五月初再回来，再那个。对，这时候应该学在忙，在挂号。那怎么样啊？伊阿婆就对了，伊阿婆咱讲遐是重要，伊就是重要，重要又是重要。太小了，伊讲，哎，伊总甲你讲，伊总甲你讲结节啦，那像咧，哦，你也可以看到，对，滚蛋啊！对啊，万一他以后长大了，你又说。哎、欸，你又说那个，你以前跟他讲说不是，对了，快走。他所以就说，哎，干脆不要讲，不要理他。我说，啊，不要理他，你心里又有一个疙瘩，对不对？我说，干脆你辛苦一点再做检查。他说，那检查出来是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我说，啊，拿掉啊，不然你。我说，哎呦，那个全部那个器官都动过了呢，胆也动过，心脏也动过，现在又肺又要动，啊，他还说了，那个他不是说那个在住院的时候都没有大便吗？他一个鼻腔哦，是啊，鼻腔有大便啊，一笑脸的时候有点白，有点稀。慢花做他一条线，最近哦，以前都给我滚到为什么那么多次啊？啊，最近他都，安尼，定定时好时坏，时好时坏，安尼。我讲你都较忌口的啦，卖食的。太过来了。啊，伊遐无放菜，只讲食。我伊拢讲他蔬菜吃很多，我拢讲你拢讲你吃很多。对啊，不是他那个，他那时还没有开刀以前，蔬菜吃很多，吃很多。啊，后来哈、哦，一开刀后，割一个胃区吼，医检来的那个啦，医检来的口味哦，重咸，伊即马，逐顿我伫遐时，逐顿拢一定有食咸少啊，我头过他啦，伊讲啊，我是咧。滚一下，我啊就是安尼，你唔太鼻腔拢袂好，哎讲鼻腔讲好，伊若阁袂好吼，需要这东西啊。一年以后做，迄个心脏开刀一年以后较稳定，伊就阁可以开鼻腔。讲哎呦，我太贱了，可怜，鼻腔不会起来。可恶哦，白痴！欠揍，我不要，要下班了。对啊，没啊，我就是我还得跑高低路，你就讲，你就带头上上去讲。哎呀，我不爱迄个啦，我不爱唱咯，他不爱唱，你敢心里可以很踏实，就没有踏不踏实啦、啊。你不是讲久久都没有问题啊？走开啊！就是有一个米粒在那里啊，你怎么在找这些事情？安娜，一会看。